等我把这个，我怕太多了。开了，开了空调了。都是什么歌？请我看看你们。你们看哈，我今天练背嘛。今天先开始先杠铃的腿，就那个一个是倒蹬，一个是深蹲，就练了这两个腿，然后还练了四组腹肌，然后对这里撸被哑铃给砸了下，我知道我的手受伤了，就是被哑铃给砸了和然后掉了一块皮。被哑铃砸了嘛，所以我今天吃很多东西啊，一会儿还要吃点水果，然后我还约了人谈点事情，但人家现在饭还没吃完，忙的直播，这会儿的话不是，这会儿的话就不挂链接了，好吧，手痛吗？痛啊，这肯定很痛啊，你看这皮都掉了，它能不痛吗？刚好又在我的关节。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视频，我这会儿怎么知道我那个视频上面的项链是哪个款？操，真的是难怪那么黑，难怪那么黑不溜秋的。一直是这样子的吗？是完全无什么都没有，这才是白皙。正常好，白皙，慕斯，非凡，活泼，初心，蔷薇，动人，日系，蓝调，奶灰。深邃，曲奇，我他妈还饼干料理，深夜食堂，气泡水，露营，绿岩，晚音才对。是吧？应该得这个才对吧？正常。好吧，你乖乖的，你乖点哈，哥们，你乖点。手指派明天真的早剪了，不然过来。我要是健身教练，我操，我一节课卖5万块钱，你们谁要买？钱啊，就纯教你们健身，一节课5万块钱，这还来啊啊！你们是人傻钱多呀哈、啊，什么意思？来个友情价呀？那10万是一，毕竟30了呀，姑娘们，又不是20，30了。你好，老人家。你好，小妹妹。赫本酒吧在哪里？赫本为什么这名字听起来？没有视频哦，什么地方？
高好帅喷雨。我1.88米，嗯。我饭都吃完那么久了，这会儿问我为什么你吃饭不吃蛋黄？首先第一点，胆就是蛋黄里面富含胆固醇，你吃多了以后你的胆固醇会太高。我一般会在白天的时候吃一个蛋黄，但不会吃很多个蛋黄，一天1到2个蛋黄摄入就够了，可以足够保持你的营养的摄入。但是你如果吃太多胆固醇的话，会导致胆固醇过高，而且像我们这种健身的人的话，有吗？我白天已经吃了，白天已经吃过一个蛋黄了。不对，我不应该开这个滤，不应该开滤镜，我应该是。这种才对，这种才是原相机。小鱼的联系方式有啊，有啊，怎么了？我怎会为你就让你永远同爱着我。全靠天女。大鱼海棠才是电影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欢迎我小刘。决定又喝酒了。也是你。哦，我给你们猜猜一下，这是画，这是一幅画。你刚从上到下，我还以为是酒精。这是一幅画哈。这什么话？给对啊，就放地上了，不然放哪了？不放地上，我放哪了？嗯，你不喜欢这幅画，也不需要你喜欢，我喜欢就行。你哪位？啊？你还冰糕啊？我喜欢就可以，不太需要你喜欢 ，OK？ 可以可以，真的这样可以吧？我也觉得可以。我很喜欢 LV 的东西。
我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喜欢书，喜欢画，喜欢这些东西。嗯，见面送我 LV 礼物，我喜欢 LV 那个放在地上的那个箱子。那个放在地上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一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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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的那个箱子。啊，洗碗洗碗，洗完碗我冲。不是，是你们太土，还是我不洋气？对啊，你们确实就很土，不是我嘲讽你们，你们是真的土。我还高调，我已经够低调了，真的。我吃个护肝片、清肺片，然后再加那个蛋白的那个。